我知道回不去了，而且越走越远。 我对不起我的国家，祖国培养了我，我却辜负了他，我更对不起我的父母。我妈妈含辛茹苦的把我送到国外，没想到自己的儿子。 自己的儿子是一个卖国贼，但是 Lucy， 我告诉你，我岳涛还是个人，我还是个中国人，所以我做错了事儿。